我是新派文化的创始人，我是小英，很高兴跟新派一起成长，我也感谢各位家长的大力的支持和各个艺术机构。其实我们新派文化从成长开始呢，那个时候我们第一届的时候，说不好听的，可能我们就六个人。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慢慢发展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已经是超过将近有400多选手参加，有十几个艺术机构联合举办了今天的大赛。其实都是大家对我们的大力的鼓励，这样让我们新派人呢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也知道我们做的每一步都让家长认可，让朋友们认可，让社会认可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也希望我们新派在未来的社区的文化和未来的教育和公益事业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现在呢是我们的打分时间，等一下我们这个奖杯就物归原主，物归原主，物归原主。那个这些奖杯呢，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朋友在刚刚过去的这一趴当中比赛，即将属于我们所获胜的小朋友们。那不管是获哪一种，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激励哈。是的，我们应该小朋友在进入决赛的小朋友是都有奖项的，所以呢大家放心，但是一定要加油。其实呢一样的舞蹈，一样的年龄之间呢还有下不下功夫哦，大家要加油啊。
早多久了？好像两年、三年、四年。那你呢？学多久了？六年。学六年啦？你四岁就开始学舞蹈啦？那那个时候压腿哭不哭啊？有没有哭过？有哭过，但是还是坚持过来啦。哦，你没有跟妈妈说我不想练啦？没有，还是喜欢舞蹈是不是？最喜欢舞蹈什么呀？最喜欢跳舞。你呢？跳舞的时候高兴多还是不高兴多？就是不高兴多。不知道，但是还是喜欢上台表演，对不对？啊，非常棒，非常棒！谢谢你们，继续加油，好不好？明年再来，明年再到我们舞台上表演，好吗？好，谢谢，谢谢。这两位，这两位，都是一点型，是唐朝的，对不对？唐朝的是。你们的表演是一个组，是一个组，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场景？就是等一下，一个女孩，什么是？玩偶。哦，玩偶，玩偶。所以你们在舞蹈里面表现的是像玩偶一样的，所以有一些像玩偶的动作。你觉得最像玩最好玩的动作啊，你觉得最有意思的，你也来一个，就这样是吧？是，就是 animals， 就是像那个玩偶的那种动作是吧？那你们这个舞蹈练了多久？几个月。几个月？是每天都练吗？每个星期都练。一共有多少人？15个人。你多大了今年？15岁。叫什么名字？Jenna 15岁。也练了多久了？可我才现在练了9年了。你呢？叫什么名字？ Vina 叫什么？今年多大了？12。小学练了多久了？忘记了。都是小时候，就是还没有记事的时候就开始表演了，是不是？那今天上台表演，那你紧张吗？不紧张，不紧张。你们是不是已经像这样的表演已经听过很多了？我是。你很有经验了。有一点点经验，正在积攒当中，经验正在积攒当中。那非常感谢，今天舞蹈非常的精彩，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好吗？我们明天再在新泰的舞台上相见。好，谢谢，谢谢，谢谢。哎，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的精彩，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员，我们刚才只是在很多演员当中哈找了几位，那我们希望待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找一些我们机构的负责人，给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怎么样选择舞蹈？哎，我们正好有一位，这位是我们这边的舞蹈那个芭蕾舞演员，对，辽宁芭蕾舞团的。辽宁，哎，您自己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纽约四季芭蕾舞团的创始人刘茜茜老师，我曾经是辽宁芭蕾舞团的专业演员，学习芭蕾舞15年，真是非常荣幸来参加新泰少儿舞蹈大赛。我们的孩子呢是零基础学习芭蕾，而且我的学校也刚刚组织了7个月，非常荣幸他们获得了很多奖项，也希望这个活动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刘茜老师。那你说零基础，你们是只收学生和那个小朋友吗？像我这么大收不收？收啊收啊，像我这么大也收。零基础是吧？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呢是有萌娃的，是3到6岁的，然后还有一些是7到14岁的，然后我们有成人的，也可以学习芭蕾舞。是吗？是的，是的，太棒了。我也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呢，能有更多的家长们和小朋友们喜欢芭蕾、热爱芭蕾，而且了解芭蕾。是的，你们今天一共带来了多少个节目？我们今天一共带来了5个节目，一个是双人舞蓝鸟，获得了3名，还有一个是睡美人，一个唐吉诃德，然后还有一个群舞是圆舞曲，也希望取得好成绩。非常棒，我们的群舞就是这个团体舞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待会儿我们会知道那个比赛的结果。好的，谢谢谢老师，希望我们明年还能见到。一定的，一定的，会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是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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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呢。
现在呢，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哈，看看有没有我们的805演员，我来给大家找一位，我们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那你的武龄比你要长是吗？你呢多大了？今年14。你叫什么名字 ？Vivi， 14岁，练了多久芭蕾？7-8年了，那这个老将了哈，7-8年了。那你是不是上台表演已经非常驾轻就熟，就是也不紧张了？是的。哎，练芭蕾，你们最喜欢芭蕾什么地方呀？你最喜欢芭蕾什么地方？觉得她特别漂亮，可以穿漂亮裙子，很激动，是吧？你最喜欢漂亮姐姐呢？很漂亮，女孩子都喜欢漂亮，可以演白天鹅。你呢？最喜欢芭蕾什么地方？也是很漂亮。看着我们的这个皇冠，确实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下次这个练了芭蕾以后，其实对于提升自己的这个气质都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你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哦，圆舞曲。那你们是一个节目是吗？啊，所以你们这个节目当中年龄有不一样的啊。那你们表演那个练习的时候，练了多久这个舞蹈？几个月。哦，几个月。所以我们其实为这个比赛，其实大家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那我们就在这里祝你们能够取得好成绩，然后我们希望明年还能看到你们更好的作品。好的，谢谢。好，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先到这里，待会儿我再为大家找更多我们有意思的这个演员。谁在哪里？如果我们要去找你们的话，应该请大家找到谁？在布鲁克林，我们创办今年是11年，马上12年了。我们有非常多的师资，非常优秀的。首先，我们向日葵是跟北京舞蹈学院是合作机构，所以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北京舞蹈学院的高级教师，都会每一年派到我们向日葵来上课，包括给我们主要的舞蹈专业培训。对，非常在布鲁克林。也很感谢，就是北京舞蹈学院给我们夏日葵的很给力的支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构建了一个像更高一个级别的舞蹈学习的机会。是的，也带这些孩子有一些机会。是的，感谢心态，感谢小鱼老师。谢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真漂亮，这个服装太漂亮了。谢谢。那个燕子老师，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彩虹屋。
你刚才提到有各种艺术种类是吧？那么对我们小朋友的年龄有限制吗？什么时候可以去呢？我们彩虹从两岁开始早教，两岁早教到我们的就是义工十几岁高中生义工，我们都有在在这样一个系统系统的。那彩虹屋在哪里啊？彩虹屋在布鲁克林，在State Island 都有。OK， 那这一次呢，在我们身后的就是什么节目？这首是傣族舞，傣族舞，傣族舞是竹林深处体现出那个孔雀的轻盈和柔美。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今天你们觉得你们好不好？跳的好不好？大声点好不好？对，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大的舞蹈。谢谢，新派给我们的机会，谢谢，特别感谢我们的燕子老师哈。小朋友们能不能摆一个孔雀的动作给我看看？一卡，来，老师进去，一起拍。老师来，给我们一起拍个照，摆个漂亮的孔雀的样子。孔雀怎么样最好看？那我是这样子，孔雀最好看，对，漂亮。看这边。好，最后这个照片都到小英老师那去拿啊。那我们现在又为大家请到了一个机构的老师啊，一看就是都是学艺术出身的，Coco老师还有孙老师是吗？孙老师 ，Coco 老师，孙老师是 Sunshine 这个艺术学校的。对。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选送了什么样的节目？我们选送了很多芭蕾舞还有中国舞。芭蕾舞、中国舞，那这两个舞种是你们学校主攻的舞种吗？没错，我们也有街舞。也有街舞。对。你本身是学什么？我本身学芭蕾。本身学芭蕾的孙老师呢？中国舞，中国舞、芭蕾舞，哎呀，都是跳舞出身的。那你们学校现在的小朋友的年龄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从三岁半到十五岁。三岁到十五岁。OK， 那确实是。那这个小朋友的话，他们学舞的过程当中，他们一般会经历一些什么阶段？比如说有些小朋友是不是会畏难吗？就是练起来会觉得苦吗？也会有不同的舞台，就例如心态嘛。不断的上台让他们展示，所以从忆苦思甜啊，苦苦中发现不同的甜，他们还是很坚持，就是可以让他们有展示的机会来激励他们，是吧？有展示。那您本身是什么时候开始舞蹈？我是从9岁专业学舞蹈，之前也有锻炼体育，然后从9岁开始正式进入了专业的芭蕾舞蹈学校，然后接受这个历史的训练。对，那孙老师呢？我12岁接触的。但是架不住热爱，架不住热爱。对，孙老师他的专长是编导，传媒大学编导系的，跟我们校友啊，是吗？就跟 dancer 是不一样的，编排的那一块学的舞蹈的学生。是这样。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Sunshine， 你们现在是在纽约，纽约地区有几个分校吗？我们现在有三个分校，我们第一间是成立在2015年。曼哈顿中场主要是教授中国民族街舞，主要的针对的学员是一些在纽大、科大读书的这些大学生，大一些的，对，大孩子们，对，然后我们也是给异国他乡的一个海外留学的孩子们一个港湾，都是集结了我们中国舞的爱好者。那么在2019年，我在长岛成立的长岛校区，它是以芭蕾舞首创为主。然后教美国芭蕾舞团的芭蕾舞考级，然后现在已经成立4年了。然后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新泽西成立了一间三峡新泽西校区，那说明发展的挺好，很稳步哈。2019年、2019年、2022年，对，还在努力中。下一步什么计划？下一步就是把这3个学校慢慢的做稳一点，然后让我们初中的编舞作品的成绩，不仅是在纽约，我们想走出纽约。8月的 CCTV， 我们也派了海豚的中国代表北京，就代表纽约参加比赛。我们想把整个三线的团队做到各个地方，然后能看到我们孩子、华人的孩子一样的优秀，在纽约的孩子们。非常好，谢谢那个上帅学校，然后我们也期待你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这个平台是不是有了你们加入，更加的熠熠生辉？谢谢你们。不同风格的同一个节目，那我们这个老师在这儿来。
边，你在这边，主持人在这边，对吧？好的。那这个的话，它是这一个节目里面是六小朋友，还有这其他两个演员，他是六小朋友，而且他的年龄层次还有点分级的级别。是。哦，当时是怎么样入戏的呢？节目？OK，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OK。看到我们信德讲了吗？我们主要做的是爵士舞，但是我们融合了中国风格的这个东方风格的爵士舞，所以我们会有不同展示、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在这个古典音乐跟这个爵士相结合的这个展现给大家。我能不能问问哈，这里不少的是哪位？你呀，今年多大啦？9岁，是我们这个舞堂舞蹈里面最小的一个小朋友。你学舞蹈有多久了？一年。哦，一年。那我们年龄大的是哪一位？最大的姐姐。你是最大的姐姐，你今年多大了？14。那你学舞蹈多久了？两三年了。也不算特别久，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乐艺校是有两个校区，一个在昆明，一个在 Staten Island。这个是我们 Staten Island 新的校区的学员。哦，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选送的是这一个节目吗？对，是的。那我们期待明年至少从不同的校区都有选一个，行吗？好的，没问题。好的，那谢谢我们的金娜老师。刚说摆个动作，我们给你拍个照片。好的，来，请摆个漂亮的动作，敦煌的动作，敦煌的动作，最喜欢的敦煌的动作，就是按摩。师爷。